今天是4月1号，这是那个种子哈，这个菜种子在这个盒里面现在是，2天了，48个小时了啊。这个你看这个热垫子温度是现在是20.7度，就这个在这个热垫子上面啊。然后这光是那个专业的光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专业光在照着它，看看现在它怎么样啊。这个是木塔菜和什么和那个 broccoli， 你看木塔菜刚刚出来了，看那小毛毛那儿，那长根儿了，能看出来吗？然后这个是 broccoli， 看见没有？那些看那个都长出来，看，可以看见吧？小毛，看小毛毛，那个须须的那个，看见没有？也是那个长根儿的，因为这个小盒子里面有点像 greenhouse 那种啊。挺那个，就是湿度挺大的，就是那个小毛毛就长根儿。然后这个是 mustard， 就是芥菜，这个东西可真容易长。这边是芥菜，然后这块呢是这是那个 spinach 也它是长得挺大的，它也出来了，但是呢你得仔细看，不容易看是烂，就是不是烂了，出了，看啊，怎么能给它看出来呢？照的时候不容易看出来，它这也是出根儿了。有的可能是坏了，有些，但是有些也是出芽的。这个不是小芽吗？能不能看到小芽芽？看，然后再看这个是这边是 kale 也就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那小的很小。看那小绒绒，那是它的出的根儿，叫是什么？出的根儿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雪里红，雪里红挺能长的，这长挺快的。你看那小毛毛，那不是那个烂的哈，那是那个它那个地方长根儿。